来，给你们看看这个柯西的那两只小狗啊，巨婴，巨婴，因为奶水太好，而且呢，只有他们两个加上那个两个卡斯罗啊，吃的特别胖啊，非常胖，再胖点就要减肥了啊，好不好看？看，你看这个肚子，得先十几天了，18、9天吧，这会儿挺大啊。然后给你们看看那两只后妈带的卡斯罗，特别精神啊。然后这只脾气特别大，而且呢，总愿欺负人啊。这个啊，这已经被预定了啊。那个它主人看到的话啊，我跟你说说啊，这小狗啊，绝对没脾气大啊，而且呢，绝对是有这个老大风范的啊。啊，不管比它大还是比它小，它一定要骑在人家身上睡觉，而且滋滋的叫唤啊。你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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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气了。啊，好好好好好好好，你说人坏话，人不生气。好了好了，看头版长得啊，四四方方，非常漂亮啊，大爪子怎么样？从小就能看得出来，看过去，非常厚。还有一只啊，还有只母的，哎呀，也很大，以为要喝奶呢。就对吃感兴趣啊。这个母的脾气能小点啊？也长得特别好看，这个有点像他妈啊。嗯，小姚。嗯，这个也被预定了啊。把主人来认领一下。哎，好好好好好，这一批全是巨婴啊，哈士奇也是巨婴，卡斯罗也是巨婴，罗美娜也巨婴。看哈士奇啊，哎呀，还是一如既往的好看啊。哎呀，那和上一个老大一样的，发纹都一样。这上有个闪电，全戴小眼镜。过段时间，他们这个鼻子就变黑了啊，现在全是粉的。这个是最漂亮的一只梦幻色啊，通背的。这个老师，睡着。温顺的小女孩，这次梦幻色都是母的，都随他妈。对，哈士奇这个时候看着特别让人心疼的那种感觉。还不是什么？对，卡斯罗和罗伊娜都是比较好玩啊，但是这个呢，就是你含在嘴里怕化了那种感觉。你想想，长大能气死你。对，小时候能给你萌化了，长大了能气死你啊。那也挺好的，你习惯了之后啊。懂了解哈士奇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它的优点。哈士奇这个品种，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没有烦恼的犬种啊，它始终是快乐的，永远是快乐的。就是在你不快乐的时候呢，它也会让你快乐啊。这个就是哈士奇的优点，永远精力旺盛，永远快乐。睡得多好，好了啊，就欣赏到这儿，过段时间再欣赏。